把门关上。切的又是另外一台设备。正常的话要搭配着卖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它就是原来这样子的。你看这个不是开掉的？他新开始做的可能就要。前个工序的要不要开？这不是前个工序吗？肯定要。你还有个这个呀，做这个的呢。肯定是一卷一卷的大卷。对，出口的我不知道，反正国内那个基本上他买就买这一台。